杯绿茶跟人家那样子抢来抢去的，成何体统？不行，这是原则问题，不要管我。人家说遇水则发，为什么遇水则卷呢？因为几根白头发就嫌弃你，那他一定不是真的爱你。我是为那病换好，到底哪里有问题？你那根本就是在泄愤。你凭什么认为我在泄愤啊？就是这样啊。